机送的东西。镜头前，小盖外宾送的礼物，尤锡坤在立法院长任内，国会外交成果丰富，为捷克议长韦德奇、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，拢予台湾在国际上的讨论度大大增加。这个是佩洛西送的东西，然后这个是图瓦鲁，图瓦鲁，然后这个是贝里斯，贝里斯。佩洛西送的是议长特别制作的盘啊，边啊有友邦瓜地马拉的代表性饼干，图瓦鲁迪拜啊模型，巴拉圭的传统服装等等。另外一边是欧洲国家，参像捷克议会代表动物狮啊模型，佮来自立陶宛以及法国议长的礼物。过去的国会都比较重视邦交国，但是非邦交国同样重要，而且非邦交国里面，美国、欧盟。日本非常重要。尤锡坤出生未少外交的突破，参像韦德奇，就是第一个到立法院演说的非邦交国议长。我是台湾人，希望另外，尤锡坤也是第一个到捷克参议院演说的立法院长。更加是第一个在中国邦交国法国、捷克、立陶宛受到同款邦交待遇的立法院长。这些年来，拢总来自80国、303团、3000多人到立法院访问。尤锡坤也希望安尼国会外交模式会使延续，成就台湾走向世界的力量。民视新闻综合报道。